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联想笔记本研发的键盘工程师吴冰洁。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 Yoga 键盘如何实现悦己体验的。键盘作为个人电脑诞生以来最重要的生产输入工具，同时也是和人类接触最密切的电子部件。联想从1984年开始做了第一款电脑，就有关注到键盘的设计，并由此积累了深厚的设计经验。结构、手感、尺寸、布局，笔记本键盘的每一个细节设计都会影响到使用的体验。今天我们整体来分享一下联想笔记本键盘的设计。键盘首先是作为笔记本关键部件存在的，那么它首先服务于产品的整体，产品的关键尺寸决定了键盘的尺寸。我们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给用户带来接近于无限的舒适性。作为用户最主要的生产输入工具，键盘设计需要不影响用户表达，并且整体的设计上也需要使用户感觉到它是自然的、相得益彰的，甚至超乎期待的。 Yoga 笔记本电脑的韵律键盘作为联想键盘设计研发的集大成之作，具体是如何落地的呢？ Yoga 是联想消费的高端系列，象征着高端、轻薄、品质与效率。 Yoga 笔记本电脑的键盘采用薄膜硅胶开关设计，不同的硅胶硬度与开关外形设计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手感体验。 ThinkPad 的经典三段式曲线设计领导行业键盘产品足足有20年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我们确实可以使我们看得更远。针对笔记本电脑越来越普及，用户细分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市场变化，联想首先提出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，手感曲线设计可以不一样的设计理念。针对这一理念，我们首先深入地去做了用户调研，根据 Yoga 用户的群体特性与习惯，使用运动轨迹追踪等方法，总结出 Yoga 用户群体所喜欢的开关设计的关键设计参数，从而进行更细化的设计。键盘的手感最受键帽按压曲线的影响，其可以用按压舒适性、段落感、回程反馈等一系列表征参数体现。我们针对不同的参数特性，从硅胶开关的材料角度分析，选择合适的硬度，在段落感清晰明确的同时，还要保证键盘可靠性足以支持用户使用至少3到5年。由此为指导，设计开关的外形关键尺寸，包括壁厚、角度、上下碗弓的尺寸分布等等。同时，针对有限的物理空间，我们首先提出上碗弓提供变形量等设计理念，给用户增加手感的可变性空间，提升用户感受。结合精细化的尺寸设计与目标曲线的精准调校，最终设计出 Yoga 的超级韵律感曲线，为用户带来舒适、自由、律动十足的设计体验。同时，我们为了确保我们的设计能够100%呈现在用户手中，我们还深入研究了开关模具的材料、刀具、布局等等关键设计点，为每一份精巧的设计保驾护航。手指是人类触觉非常灵敏的器官，它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有将近2500个触觉神经头，可以感知到0.02微米的差异。而键盘是笔记本电脑中接触人手最为频繁的部件，每天高达上万次的触摸，对我们提出的设计需求是它需要舒适、耐磨、抗指纹以及好看。联想为了提供给用户更舒适、更亲肤的感受，对键帽涂层做了深入的研究开发。我们为此引入了准分子 UV 技术。准分子 UV 采用多种官能团树脂搭配配方，利用联想独有的准分子波段 UV 固化，使树脂本身形成顶端优势固化，搭配前置预固化，形成微观密度极高的褶皱表面，大大提升耐磨性能的同时，还提供了一种微绒的触感。另外，纳米级有机硅的添加减少了表面的摩擦，这使 UV 表面更难粘附汗液，
更易清洁。 Yoga 键盘上使用的这种 UV 在兼顾外观需求的同时，还大大提升了 UV 本体的耐磨性能、抗指纹性能以及触感柔软顺滑等特点，让我们在享受敲击键盘的韵律之美的同时，感受指尖如丝般的细腻顺滑。此外， Yoga 键盘还增加了键帽曲面设计，延续 ThinkPad 的经典曲面设计， 0.3 毫米的凹面能够更贴近指腹，让用户快速找到并稳稳地敲击键帽的中心，享受硅胶开关带来的断落感与完美曲线。重新布局的大键帽设计，全尺寸 pitch 的设计，功能键分区设计，使用户更轻松快速地找到想要使用的键位及功能。由此，新的 Yoga 键盘具备更科学的结构、更舒适的手感、更完善的布局，给用户提供更高效、更顺手的使用体验。联想笔记本开发团队、键盘设计团队秉持着科学的设计方法、精益求精的设计过程、追求完美的态度，最终成就了一款非凡的设计，悦己体验，自在 Yoga。 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多多一键三连。如果对我们笔记本电脑键盘有哪些意见或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会认真查看并回复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 Lenovo, Lenovo.